今年的台北，伊可因的这宴会本来讲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会拍出这中文字型的这宴会。啊，不过到了一天哦，有真是乡亲底下哭哭，但拢是啥物字都拢无看到啊。这台北伊可伊表示讲，这负责设计这跨国强的团队，确实是有设计了本来字，是要来反映这人民的声音。啊，不过伊可因方面是认为讲，这设计可能含这东西的这气氛无啥符合，所以最后是临时改取消。这一摆宴会，台民国百年地刻出现在台北夜空，后来一空伊又阁出现一摆 ROC 二，被庆祝建国百年。不过，其实这宴会设计者超国强创意团队，自本是袂在这两个节目当中要办高难度中文字型的宴会，而且是三个字：不要吵，卖吵。不过，最后是乎一空伊动来临时话停，因为。当时的提案的内容我们都签了保密协定，那后来也决定用100RC 去取代嘛，所以我们也不会再去讨论这几个字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伊可能无要正面回应，但是伊嘛讲，当时因为烦恼蔡国强创意团队自本设计中文字型宴会无符合这宴会庆祝的气氛，因此才临时话停。当然，他们提案的时候是。提的他们觉得是反映出一个人民的心声也好，或是种种的，那是创意小组的他们的提案。不过最后那因为节目在101这边举行的部分呢，我们当然会有自己的意见。那最后那其实创意小组跟蔡老师他们也很尊重我们最后的决定，觉得什么样的字在当时秀出来是最合适当时的气氛跟场合。288秒的一空烟火秀，这摆有真侪新的设计，参像是红色挂灯、魔术方块、水枪卡，还有火龙。有人认为讲是这效果，甲正常模拟差伤多，但是毛人讲真有创意，真好看。这场跨年烟火秀，甲起码也是引发真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